脸蛋就有多漂亮。女性滋养瑜伽，坚持练习，让你越来越年轻。动作一，帮助拉伸腹股沟，减少下腹部的毒素和垃圾。动作二，有效打开胸腔，改善圆肩驼背，拉伸颈部，提升气质，让你面若桃花。每个动作保持一分钟，最后再来到仰卧束脚式，睡前五分钟，充分滋养骨盆，促进骨盆区域血液循环，温暖下腹，呵护女性健康。女生经期必练的姨妈趴、背容趴，趴走脸上的黄气色斑，趴走下腹部的淤堵，双臂做支撑，拉伸腹股沟，动态100个，充分滋养骨盆，呵护女性健康，减少下腹部淤堵。再来静态保持五分钟，能够有效缓解女性经期下腹部坠痛，温暖下腹部，滋养盆腔。请关注我吧，早上8点，晚上7点。女生不想长斑，就练这三个动作，也是最美容的瑜伽体式。动作一，花环式，睡前练习一分钟，调节内分泌，经期规律，让你面若桃花。动作二，俯卧大半式，练习两分钟，疏通宫腔，促进身体排毒，给你的子宫洗个澡，让你皮肤更好，代谢更好。动作三，青蛙趴，深度的打开腹股沟，疏通肝经，促进肝脏排毒，坚持两分钟，清理下腹部的卫生死角，让你60岁都不显老，皮肤更干净，更白皙。关注我吧，每日用心分享瑜伽，请收藏练习起来。这个动作每天保持一分钟，效果惊艳到你。将双手打开，肩膀同宽做支撑，随吸气延展脊柱，拉伸腹腔前侧，提臀美腿，脊椎塑形，呼吸收腹，缓慢折叠身体，拉伸腋下，开肩美背，提升气质，让你的身材越来越好看，越有气质。请关注我，每天早上8点，晚上7点直播瑜伽课程。初学者想要更好的紧致全身、瘦肚子，来练习这三个动作。动作一，双手环抱双腿，静态一分钟，改善大肚腩，缓解腰背酸痛，改善骨盆前倾。动作二，随呼气分别让腿倒向两侧，有效瘦侧腰的同时，还可以按摩腹腔，排除肠道的垃圾和宿便，让你的气色更好，皮肤更好。左右动态20个呼吸，最后再来拉伸双腿的后侧，帮助瘦双腿，疏通腿部经络，减压助眠，静态一分钟，请收藏练习起来。